习不小心全看过一遍，把留言按错帮我回复一遍，把聚会约在同家餐厅里面，把回家时间刚好提早一点。大家早安，现在呢早上快八点了，要拍戏，刚吃完早餐，今天吃了萝卜丝饼加蛋，还有豆浆，每天必要的。好无聊的那个。哇塞，什么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是你在介绍今天早餐吗？对啊，要不然你要讲什么？你不知道，你可以讲笑话。我不会讲笑话。怎么可能？是情人节。今天情人节。对啊，今情人节。你知道他陪你过了，看你一个人多开心。真好。今天这场戏呢，其实就是米可白是我一直以来交往很久的女朋友，但是今天我跟另外一个女生视频的角色要去吃饭，要去见她的爸爸。人不能做坏事，今天这场就被 back on 了，所以他们两个同时都会在。今天我就是 bad boy。所以你情人节的时候你会干嘛？登高做啊，关东子。哇哦！对，真的吗？我跟你过，跟谁过、啊？你说今天吗？对，今天、啊。我不是说今天。认识你之后。我不是说今天。每个情人节都跟你过。你说的哦。对啊。我明年这个时候会打给你哦。打。对，不知道说过情人节，很奇怪。什么？那你想去哪一个？他哪会带我去哪里吃饭？但是你不是会怕人家指指点点吗？我刚刚说吗？但那不算。好，不算。那你人家在外面看到我们这样子，你 OK 吗 ？OK 啊，跟你耶。真的假的？羞哎。那我想想看。你要带我去哪里？这样好，我们先去吃晚餐。然后你喜欢吃什么？你喜欢我就喜欢。那。一秒钟到现场，我觉得好官腔哦。啊，原来这是官腔的回答。